大家好，我是静静，这是今天刚买的这个梨子，800块钱，等会儿就去地里面犁红薯去，这800块钱值不值？买废铁肯定不值，连100块钱它都不值。那肯定的，里面都是孔的，就这个地方是实心的。这个地方嘞？孔的，都是孔的。这点是实的。啥家伙哎，这给那里看不明白。你要没这个犁子的话，犁那红薯还真不好犁哩。人工分的话太累了。真是巧了，真的和地里面是一样的。别在后边。耶，瓜。这犁的还不错嘞。人工跑得快的多得多。瓜，这梨子吗？这个结红薯的瓜呢。你卖铁这连100的不值，50块钱都不值的。让他往一边偏，往那边偏吧，往那边偏才能对准那个红薯。那刚才从哪扔？从哪扔的？这梨晒的不毛红。我感觉四车离的它不这烟灰，你这车大的烟灰。你可是俺那个车不是说前面一停停了，车后面一个往里边喝。那个往里边喝的差不多了，这个再往里边喝的。他你喝点你再喝，现在是车后面干不那阵风。这也凉。你搁这，方向盘动一点，它歪了，歪了，它离不出来了，离不出来。你光看实力，光看这个实力，这个印在哪里？哎，你看我跑几坡多少红了？你看，你这你还。这走在底下的，你往里试，你往里试一，它看不光挑干着看着的是你，像这都给这了，这个边儿这都没离住的。哦，走了。嗯，是梨子没问题，是咱笼子有问题吧？你记住，选过的黑的问题，这是又是这个问题。看，啊，你看对啊，他跑那边他多少红你这那边这林上都没有红。你看你这跑梨子几笼了没看？梨子没红一，一歪光在上面是红，在这边是抓个不漏，漏不中，漏给是弄不过来。你弄不过来呀，啊。要你离这笼都好离了，你这废笼子这样考虑，你认为里外都是我心里面单门里外的吗？我也不想里外，我都想你的里这红都豁出来。是人的原因，技术不行。红不来，看红不来不来。你都别跟他添气了。有几地离了之后，然后剪了之后，剩下的没有，看着没有红的，然后再用抓钩再找找。这样省力他奶奶，省力。你还不如这样跑嘞。那招生叫他，这跑。你跑这你也得给你跑来了，你跑一把去。跑好了怪好，不会跑的说实话，跑一个红烂一个。这鸡子中打样没见？嗯。鸡子吗？鸡子，哎，咱没有人工跑的干净，但是呢，鸡子比较快一些。优点缺点都有。那咋呢？机器用犁完之后嘞，红薯露出来的，人工给剪一下。剪了之后嘞，再拿抓钩把这个土拉再刨一下，再找找看有没有毛下的这个红薯。有哪的？那老头不是拍的这样吗？哦，那还有个老头，老头腰弯的了，对呀，牙都掉了，那个我把年纪了，老头牙掉了，并排并排的好看，我看。别穿个裙子，再好看，你农民工也是给要半截了，在这里白乱了，还扯淡不？顺便说一下吧，今个机子刚买过来，鼻子刚试一下，我不是很成功，今
人先干一二三次发笼子，先把这红叶拾到拾到，把这烟卖了。这边有啥俺给抬一下，他要表演他英勇的一面，嗯，不然我也给他抬，表演不了他了。走啊，好好抓住你，一二三啊，走，再走慢点一步。来，再走吧。